就一片一片要求爱对等投资，意思就是讲，恁双方面各爱出1200万，这个投资生意吼，总共是2400万。讲什么算笑啦啊！你若叫阮摕1200粒水饺，阁有法度？摕1200万，哪有可能？我早有讲哦，代志无遮尔简单啦。无啊，这跟大公司合作本来就较困难啊，就是因为安尼才赚会着钱啊，对无？即摆剩无几间要签约啊，是伊都要总值1200万啦。敢讲爱我去钱庄借？陈世平啊，你若果去找钱庄哦，我甲你讲，顶届去的离婚协议书我搁留着，我随签哦。无咯，我凊彩讲过，我唔敢啦。最后哦，再甲大家提醒一下哦，最后交过期的日子是后日，拜托后日一定要交者。到时阵呢，村民甲社民会甲恁签约，签好了后，恁两个再去一品甲恁签约，拜托者吼，后日一定来哦。不问题，后日吼一定会付啦。怎会啊？无问题哦。我无问题啦，我有一个朋友吼，专门吼来借钱的啦，我提出来甲借倒啊。无安尼啦，只要大家吼有去贷款做投资的人吼，这笔交利息我来出，大家方便好啊嘛吼。哇，谢贵，谢明，你真正吼愈来愈头家班啊呢。无啦，你唔甘嫌啦。咱大家估计交齐了后，我就会去订家去，因为这只家去是特别为咱设计。你制作的过程要3个月，一定要收到咱的定金了，伊才会开始制作哦。拜托姐，大家放心啦，我甲村民吼，我会认真拍拼，带大家吼做伙赚大钱，大家来看好啊！好，赚大钱，赚大钱。高高同款拢是认真磨人，你认真了，不要啦。你真认真，唔听我的话，嘛真认真，甲恁哥哥找麻烦。我当时甲哥找麻烦啊。妈讲的应该是咱的日式煎饺，甲哥添麻烦啊。袂啦，人我甲哥上好啊，那不是因为我哦，哥嘛无可能是生大嫂，大嫂嘛袂嫁予哥啊。阿哥这边手术，大嫂就无法度关怀予伊，伊就会死翘翘。你是毋是嘴大？无我天地予你顶啊！哈！我也无讲我嘴大。对阿哥。你这边要甲春梅做水饺，你嘛顺续做阮的日式煎饺嘛？这件代志我请小美啊，由公司开发部门的主管，明仔会开会讨论，我来做一个决定。奶奶麻烦你哦。天佑姐，你拄只讲你明仔要甲主管开会，要讨论手我的产品。你唔通袂记啊？你唔是明仔要甲世平签约啊？开会讨论啊，是咧签约进程啊。我甲哥讲好诶，是对等投资。到即马阁毋知影讲，伊是毋是有中着1200万啊？所以我会甲手骨啦，因为日式煎饺动作是必然，时间化状况，再过来做决定。